近来侯佩岑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庆生照，并配文道，泪眼汪汪，谢谢姐妹们给我的惊喜，感谢江佩蓉的暖心安排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太惊喜了。侯佩岑对着蝴蝶风格的生日蛋糕双手合十许愿吹蜡烛，看起来开心极了。当然最吸引大众目光的还是大 S， 自从特殊时期大 S 极少现身，此次她的出现可谓是十分惊艳。大 S 换了新发型，留了齐刘海，简直是逆龄生长，少女感爆棚。小 S 在姐妹团中依旧个性张扬，虽然不是主角，但她在合照中她稳居 C 位。小 S 和姐姐大 S 风格迥异，但是依旧光彩夺目，流露了女性的魅力。而站在边缘位置的大 S 扎着马尾，满脸笑容，显得比小 S 更年轻，让人不由得就看到她。大小 S 这对姐妹花因为是双生姐妹，又都是娱乐圈中的公众人物，所以备受大众的关注，祝福这对姐妹花未来都可以生活幸福，家庭美满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